家母已经念了20年的日本妙法莲华经，他请问师父应该怎样劝他老人家导归阿弥陀佛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念日本的妙法莲华经，这是日莲宗，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要念佛求生净土，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一生就错过了，要把念佛的好处告诉老人。